等一下。这边有什么网卡吗？网络卡？什么本地的？我要香港的网卡呀！就我是外地过来的，但是我上网那种舒服一点。78，但只能用一 G 啊。它这个是内地的流量，香港是无限流量。这不是这个可以无限流量七天内，限不限速啊？不限速，七天的。哦，那么好啊。对。哟。超过7GB 之后就会限速。啊，7G 就限速了。对。超过7G 就限速了。对。158的才是 7G 啊。不是啊，78的就是 7GB 啊。没有，你看，哦，这15日，这15日的。让我看看，要不重分？有两份新买，两份新买，对，我给他。他怎么他在哪里？哎，不会。这个是七天的。七天的。限速那视频还可以看吗？可以呀、啊。你在酒店有 WiFi 的呀？那就这个，你会弄吧？帮我塞到这卡。啊？还要实名登记啊？对，登记什么东西啊？香港所有的卡都需要实名登记。不是不是，拔下去就直接用就可以了。不是啊。78 7G 划算的呀。78 7G 划算的呀。一个 G 等于10块，我现在一个 G 是25、29嘛。那这个是。不是怎么登记？把卡插进手机里登记啊？对啊，就把卡插到手机里登记啊？对啊。Sure. 拜拜了。这边营业厅有没有关门？我买一张到营业厅去叫人家弄一下。这边营业厅有没有关门啊？营业厅，你是指中国移动的门店吗？对啊。在哪里啊？你去，现在没有网络吗？我有，我现在有，但是我要买呀。你有网络，你上网搜一下他门店啊，他在尖沙咀有门店，可是我也不能指路给你啊。哦，他不在附近，你可以上网搜。你是把通一包黑冰嘅。冰啊！你点解冇影相啊，大佬？喺录紧影喎，系嘛？啊，你在录影是？我录自己啊。OK， 可以，这样不要录到其他人啊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行，我不会录到你的呀。行。我到他们那个营业厅，他们会帮我弄吧？他们会。这个是移动还？这个也是移动的？对，中国移动的。78，七个 G， 然后七天，超过七个 G 就是那个限速对吧？但是7G，这7G是完全不限速的，对吧？对，7G是完全不限速的，7G之后就会限速了。哦，就试试这个。
再买个佛龟。啊？你要打火机吗？我要打火机啊。对啊。送的。不是。我买买。就是，这还要选吗？这个。不是啊，那旁边它还有另外一个环的呀。这个多少钱？这12块。这个呢？这个一样吧，好像。13块5吧。就这个。好了，付了是吧？这个卡没问题的。可是我们帮不了你，那我们自己去门店。只要不是坏的就行，只要不是坏的就行。哎，要押金，要押金吗？不用押金。不用押金啊？不用押金，它就是一次性的。上次我去那边门店弄，他要我付押金的。这个先放着吧，这个。可以用7个 G 啊，一晚上7个 G 足够了吧？一晚上7个 G 足够了吧？请问这边中国移动怎么走啊？请问中国移动很近啊，很啊，转弯，这里笔子，这里啊，哦，请问这边中国移动怎么走啊？中国移动有啊，他们说转弯就到了。没有啊，我这里没有，就是前面能转到那边去。请问中国移动在前面啊？中国移动。中国移动在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要去移动公司的呀，我要弄网的呀。啊，你好，请问这边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就这条街，他们说。这里没有，那我现在是。啊，哪里啊？很远呐、啊。很远。啊，去哪里到啊？这里啊，一起走了。啊。好吧。我要抓紧时间找到我的新的卡，要开始用了。怎么一个人一个说法？稍等，我看一下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导航，看一下导航啊。今天这个网要帮大家弄好的，7个 G 的可以用。
300米。阿爸，出去了呀！系啊，时间系要顾住啊，两个月关键，每日一包围过嚟，有几只型？300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把网要弄好。买了一个7个 G 的嘛。啊，请问香港的移动营业厅几点关门啊？移动营业厅，就是中国移动啊、中国联通啊那种营业厅，几点关门的？一般？一般9点吧。哦，最近的就在前面吧。听我说话听得很累。等一下，我要帮大家弄好网的呀，是不是？我要帮大家把网给弄好呀，我要帮大家把网给弄好的呀，网对不对？我要帮各位兄弟把网给弄好，把那个手机的网，对吧？要负责任的呀，责任心。哎，去麦当劳我已经去腻了。对吧？今天就当我来做准备工作的，我把网弄好，把网弄好，对不对啊？该走。还有200米。把网弄好，还200米怎么那么长？200米怎么那么长？要对各位兄弟负责任的。可以用7个 G 了。
看一下。中国电信就在前面，45米。等一下，我帮大家，我把网弄一下啊，大家不要急啊，把。靓女，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请问，中国移动，移动不知道。好漂亮，靓女，好漂亮。哎，讲咩？我出电脑。请问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中国移动，中国移动，移动公司。请问移动公司在冰岛啊？我操，太冷漠了吧，太冷漠了吧。是谁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走过头了。哎，请问这边那个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美女，知不知道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靓女，中国移动。找移动啊！啊，移动，对对对，是附近。我是但是哪条路？哪条路？就这里啊？不是哪条路？这条是加拿分道了。咦，左边还是什么？左边。应该是之前见过，好像那里还是这里几号啊？不知道啊。对，18号。就是有号。对呀，
哎呀，怎么没有啊？哎，亲们，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移动公司，中国移动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你去那个商场呢？这边怎么开了导航都那么难找啊？离我只有6米啊！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请问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中国移动，离我只有6米，怎么找不到啊？那要过马路？是对，是这里的对面还是笔直走啊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只有2米，中国移动。啊，哪边？就旁边啊，就这里啊，就这里啊。他妈个老，我操！哦，在这里，不是这是联通呀？哎，请问中国移动在哪里啊？找了好多好久了。对面前面没看到啊，一直走了。嗯，前面一直走。好的，对面的前面，对吧？对面，先到对面。在这里一起走。哦，但是要过了这个，要过马路吧？就是这个对面，在前面。哦，谢谢啊。一直走。找到了。有人吗？有什么网卡可以？你好，我先拿号好吗？在门口右手边。不是，卡已经买好了。那你要办服务先拿号，在门口位置右手边。哪里拿号啊？哦，多走。我看我这个很多，每三跳我想分钟。